国光帮忙。今天参赛的八道菜将选出获胜的两个店家，谁的下酒菜能赢得艺人们的选票呢？现在要开票，第一张，旗津海滨海产一票，下泉台菜厨房一票，旗津海滨海产一票，下泉台菜厨房一票。哇塞！士林小馆一票，下泉台菜厨房一票。哎呦，下泉台菜厨房强了，领先哦。一居酒屋一票，下泉台菜厨房一票。哇塞！几乎他都有了。哇塞！下泉哦。哇塞！旗津海滨海产一票，士林小馆一票。旗津海滨海产一票，士林小馆一票。追喽！一居酒屋一票，下泉台菜厨房一票。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紧张啊！咪牌，我搓牌，最后一张，我要求封牌。任何人不能靠近桌子。各位，桌上的目前领先的是旗津海滨海产跟下泉台菜厨房，两个人相差一票。对，嗯，旗津海滨海产一票。哇，最后这一票是怎么回事的呢？我们下礼拜见。下泉台菜厨房票。以上，今天前两位入围的是下泉台菜厨房跟旗津海滨海产，恭喜大家！当然，士林小馆跟逸居酒屋也同样的好吃，是是，就是说今天可能这个吃美食啊是比较主观一点，对，主观，好不好？这四家我觉得在高雄区哦，都值得大家去好好品尝他们的每一道菜，一桌菜里面来八道菜都有他们，就很棒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最后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高雄啤酒节赛7月17、18、19三天啊，在这个高雄展开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吃美食、喝啤酒，看那个表演，非常棒，好不好？那个今天我们还是最后要提醒一下，7月25号在 ATT Showbox 要干什么呢？就是有我黄明志，亚洲通商2015演唱会。哦，对，第一场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多支持。是的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我老师，谢谢各位参加国光帮忙，谢谢。谢谢。